梦妍，雨菲姐，你怎么会来我们家楼下？我家住这儿啊。真的？太巧了。林医生，又见面了，谢谢你照顾梦妍。要我送你上楼吗？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那改天再联系。嗯。那你好好照顾他们俩。放心。走吧。检测到梦妍负面情绪，请注意。哦，对了，雨菲姐，你住在几楼啊？九。啊？新搬来的住户是你呀？到了。嗯。这边是我家，哦 ，sorry， 如果这边是你家的话，那边才是我家，对吧？嗯，对，是这个门。你走吧，这么晚你还不回家呀？送到家门口就行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他喝醉了，我去照顾他一下。我来照顾就行了。你看什么呀？喝多了这件事儿，我不比你有经验啊。那倒也是，那交给你了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今天晚上的事儿，明天再问你。你走吧。拜拜，梦白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梦白，雨菲姐。